陪大家睇天气。干燥嘅东北季候风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。本港今日天晴，朝早新界天气清凉，部分地区只有11至13度。下昼各区回升至20至26度。预料季候风将会持续，今个星期剩低时间天晴干燥，星期六风势较大。转睇下截至5点，天文台录得嘅气温系介乎18.4到22.2度。7点嘅气温系20度，相对湿度73%。呢地先生，听日天气点啊？啊！预测天晴，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，新界再低几度。日间干燥，最高气温大约23度，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，初时风势清劲。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，下个星期一天气转凉。预测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系5，强度属于中等。跟住我哋转睇下，秋冬季节不时会翻风，其实系指季候风南下。喺天气图上可以见到，高压区由西向东移动。当高压区中心位于香港西北，香港就会吹北风，气温会下降噶。当高压区中心逐渐东移，香港就会渐吹东风，云量较多。跟住同大家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气。广州、澳门、深圳天晴，厦门天晴，台北落雨。天津多云，北京天晴，沈阳骤雨，首尔多云。上海多云，杭州天晴，南京多云。武汉天晴，大阪晴朗，东京多云。曼谷天晴，吉隆坡雷暴，新加坡骤雨，雅加达落雨，胡志明市落雨，马尼拉多云，墨尔本骤雨，悉尼骤雨，布里斯班雷暴，奥克兰骤雨，温哥华骤雨，三藩市多云，洛杉矶天晴，纽约、多伦多落雪。罗马雷暴，苏黎世落雨，法兰克福多云，巴黎天晴，伦敦多云，阿姆斯特丹明朗，苏黎世落雪。天气讲到呢一度，拜拜。